家里来客人呢，做这样一道菜，好吃好看有排面。羊肉可有老嫩之分，今天这个是老羊。首先冷水下锅，煮掉血水，再捞起来冲洗干净。把锅烧热，下黑芝麻油，下入生姜片。芝麻油、生姜片跟羊肉可是绝配哦。炒至干香，下羊肉，加八角、桂皮，中大火炒至表皮有点焦黄，下入蚝油、排骨酱，把羊肉炒上色，烹入适当的高度白酒，加水淹没食材，调料下盐、生抽、老抽，煮开倒在高压锅里。高压锅可以缩短烹调时间，节约燃气。听到响声，关小火，压25分钟即可。煮好后，轻轻抬一下帽子，让它泄气。压东西很容易消水分，大家记得水要多放一点。热气腾腾的红烧羊肉，搞定咯。最后再装在砂锅里面煮开，加蒜苗、红椒块。终于知道酒店的菜为什么卖得更贵了吧？因为它做起来更麻烦。你要是觉得教程详细实在，那就赶紧收藏吧。